来，那个，帮我找那个长龙来，吕长龙。今日来来来，先好坐好，大家坐好。江老师，不要管啦。你们会不会冷啊？你们人去管的，我先跟你讲，你开冷气。明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啊，要穿上西装，因为明天啊，我们很特别，有一堂课啊，要叫那个深蓝的陈学圣来演讲。我先跟您讲，不准为难他。我再讲一摆哈，谁敢问他问题，那一个人我们就处分他。我先跟你讲。啊，这罗书磊诶，最后一堂课啊，我跟你讲，啊，立法委员做干遐歹，你们立法委员在做什么？哎，咱还袂执政呢，我们还没有执政，卖讲讲哦，啊，你来做干遐歹，那完了来存那咩喏，对不对？所以我今嘛讲嘛，咱的同心哈，他没讲啊，已经有一点。骄傲的那种气氛开始在抬头，所以呢，我今天一定要请各位过来，对不对？跟各位讲，昨天有一个例子，那几架宣传车被派出所提起，昨天给你提起，人今日所长足好势，佮打电话给你讲，来来来来，恁车牵回去啦，啊，但是迄、那个。安排哦，我先给你保管啦。我跟你讲哦，坦白讲啊，人家是给你面子，人家是给你面子，但是咱呢，咱是得寸进尺。而且呢，我所了解就是，落尾我有派人去跟派出所的所长对话。我就知道了，我知道什么？我知道公，是我们态度太烂了。因为咱车停在红线，那警察跟你讲，啊，这车停在红线，你小刷一下，人足好嘞呀。咱开车四个宣传拢是滚手啦，台北州的，咱遐滚手，请你举手。吼、哦，听讲恁足歹呢。我给人民解释了这样这样你给你解决了。咱滚秀说哦，我们要执政啊。这样喊警察嘛，知道说我们要执政。但是你们要执政哦，你今天 这个时候哦，人家台湾当局有管辖权呢。人家跟你说哦，请你开照，你就点点就开照。啊，就互相，我们现在是双政府哦，但是虽然是双政府，我们互相要包容啦。为什么叫和平稳定、无缝接轨？你跟警察得罪警察，把遐警察遐基层弄个得罪了了，对咱无好处啦。咱后摆维持治安，买些靠遐警察，对不对？你讲，啊，你喜欢那何必就打弄啊气压呀？唉，我有当想讲，唔知咩啦。我哋阿美国讲，我们怎么执政啊？他都啊，一个哈佛的博士，啊，奈尔的博士，啊，加这个美国的 LA 对几间大学，那么很有名的大学，你讲那种博士啦，三四个，啊，佫是做法派的会长。来找咱讲，我讲哦，你们都是博，讲一个简单的话，讲了人讲，哎呀，你们这个论述百分之百的正确。我阿是啊，阿那是啊，那恁发怕，噶即卖要搁你坚持，你坚持什么物件？什么东东啊？伊讲哦，坚持民主啦。啊，台湾人就是爱民主啦，啊，看你的死阿未啊？所以我讲了吼，我讲
好，你们爱面子，我也同意啦。但是，我要伫这个所在，甲咱讲一讲，咱今日来报道这个人，第一，我们是点名；第二，我要甲咱各位，因为咱家很支持这个人，拢是我后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几乎各位是干部的干部。不是副州长，无就是郡守，啊无就是黑熊军团。但是我伫这个所在嘛，爱甲咱各位讲，你们的心态如果没有改变，我感觉我们不要执政比较好。像咱这种的心态去执政，我会当甲各位讲，免半年，你要看有影无影，若无迄个百姓甲你变个倒巴水在哩。对警察遐判不痛啊！遐警察后摆是咱的警察呢，我们的事务官不会变呢，我们是政务官呢。政务官你无经过考试，无人员考试，直接由政府单位指派你到那个单位去，那你的态度是这样的吗？很危险啊！所以，老贝啊，咱甲迄个派出所讲啦，我安尼啦，很抱歉啦。既然我车子，因为后来谈判师，今日去甲伊讲哦，唔知安怎讲，我唔知啦。讲到迄个迄边的派出所嘛，气甲要死啊，全将咱的车甲叫去拖吊厂，拖到那个拖吊厂去，我们拍卖了，也不用拍卖，没收了。我休蛋了，休蛋了。我明天就去告你，所以明天呢，台北州那几个人啊，跟我们的班长带来去地检署把案情申告，告他什么？抢劫，抢劫什么？人民财产。但是因为张一没下枪，没有带枪，算他躲过一条，要不就是持枪抢劫人民财产。这个案在其他的县市也发生过，我们也去按铃申告。按铃申告以后，那当地的检查处的处理，不知道怎样啊。跟警察比较好的就跟他说，人给你告你持枪抢劫呢，持枪抢劫很重的呢。我跟你说，持枪抢劫哦，是这样啦。检察官如果要办很重，为什么持枪抢劫？因为警察一般都带着枪嘛。啊，哪个两三个叫做结伙持枪抢劫？哇，这嘴足大的呢！啊，这上面两家想会出来，秘书长想会出来。你卖个别害我，但我讲拢法律哦。这是罚你，那天行这是罚你。但是到落尾啊，我给你报警，检察官又给你讲啊，和解啦。和解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最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办，就是强制罪。因为他没有得到人的允许嘛。啊，这个警察会计较，跟你问讲，啊，你要证明这个车子是你的，你用等一下。我在开着车子，我不用证明车子是我的。你警察要开我单子，你要证明说车子不是我的。恁听有无？我讲一摆，警察也讲，你开这个车子是谁的？这不是你的。你爱甲警察讲，我开的车子当然是我的。你警察如果要开我的单子，你要证明说这一部车不是我的，这是法律名词啦。不是常常警察大概讲的拢对呢，我秘书长讲的才对啦。所以，很主席拄啊好，咱听袂讲咱听也太久啊啦，做一挂宣传嘛袂坏。
变做即马那即只搁提起吼，断两只啦，一个是宜兰，啊一个是台北。不过也袂要紧啦，我也没有怪童心啦，但是我为这代志，我要讲就是讲我啊、哦，已经有骄傲的迄个气势造出来，这个很危险。你若这个骄傲的气势起来，你怎么能够对待你的百姓善良呢？尤其黑熊军团，你们对任何人，虽然你们有负有为安，对任何人都要客客气气，那这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代志，我讲到这个所在，明天呢，那个几个郡守哈，喊那个周金龙一起带着身份证到地检署去按铃，免烦恼啦，按铃哈。也一个执，迄个也做执行的迄个，执行啦哈，值班的会叫你入去。啊，你要告谁？我要告什么什么派出所主管、警员，告什么？结伙没有持枪了，结伙抢劫人民财产。啊，什么财产？我的一部车。啊，我有挂车牌，哈、哦，挂什么车牌 ？USMG。哎，你刚刚啊，你没有挂中华民国车牌，没有错。道路交通管理规则没有规定要挂中华民国车牌，不啊不是啊。啊，道路交通管理规则也没有，上面也没有写中华民国道路交通管理规则。中华民国用铁条啊呢？那边上面两个管理规则呢？拜托哎，我们是法理的人，你也该讲法理啊。其实我不爱跟你们教这么多啦，教你们越多，你们越臭屁啊，越臭屁我们对执政有困难，不要啦，我真的不爱说啦，但是没办法，已经发生了，我来跟你们教，没事会行啦。啊，后面如果要和解，拜托说好好和解和解啊，你行还我就好了，但是罚单你拿回去自己交，不是我们啦，叫警察跟你交啦，因为罚单也开不对的，罚单给你开啥？伪造车牌，来改戏。这个不是伪造车牌，啊、哦、，USMG TCG 的那个证明我看，我没有伪造车牌。啊，你如果不相信，请你去问美国国防部 USMG TW 那个单位啊。来，这个代志到这结束，过来讲一个好消息。现在发到你，你看有无？看有无？来一张，一张照我看。嗯，这张是什么物件？来，您拜托一下。那个廖丰毅的那个身份证啊，后边四字拜托给涂黑，45975啊 ，F12296-4597， 那个四五九六，请你把它涂黑。我们要卖海浪了，4597给涂黑，要涂到你看不出来为止。啊，廖丰毅哦，那个丰加涂黑啦。啊，你那边非得那个丰加涂黑哦，你顶完英语嘛，丰满一个涂黑呢。啊，你丰加涂黑啊，顶完丰无涂黑，啊，人看得出影。哦，好不？啊，英文名字不要紧啊，英文名字那个封给涂掉嘛，啊，廖丰毅封嘛，吼、哦，啊，你出生年月日哈、哦，给涂掉了，哈，这廖丰毅还没娶不？如果还没有结婚的女同志可以考虑。我不是做卖人，来，你看一下哈、哦，来，这是什么人呢？廖丰毅是我们的司法部的人员。伊前几天啊，吼，伊即马咧学 POS 班啦。伊前几天甲我讲啥？伊讲秘书长，你讲的理论哦，我们认为都是对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实验过，对不对？我没有实验啊，怎么实验？因为我决定带着我们身份证啊，亲自去闯关。哦，闯关？为什么？我要证明说你秘书长是对的。如果你不对的话，那我明天就在美国的监狱。我 OK，
我给你保证，你一定可以过，因为贵矮的人空过了嘛。阿根廷啦，吼，这个南美国家拢有滴用咱的身份证啊嘛，而且用咱的身份证去签证哦，五年的诶签证呢，阿根廷啊。所以这份，伊就飞机一日坐咧，当然你坐飞机你无多，你摕这份无啊，因为中华民国无甲你承认嘛。啊，摕中华民国这个护照入面的时阵，出国的时阵，即马到迄个夏诶，迄个什么夏威迄个关岛，关岛的时阵吼。伊啊，陈阿袂歹，伊就讲，伊关岛吼规定讲，你除了身份证以外，除了护照以外，要还有一个身份证。伊讲，我只有这份的身份证，无迄张 ROC 的身份证。海关就甲讲 ，OK， 你的身份证正反面，请你把它 copy 在一张纸，你看这张纸，给 copy， 我们这有稍微放大了。好、哦，改 copy 身份证，改 copy 正反面，有无？反面，顶完一下，这是伊原来海关的迄个格子，那个格式就是这样。啊，所以伊就转直接甲嘟嘞，人伊看，伊安怎看呢？海关摕这个身份证摕嘞，伊刀啊遐有一个，有一点光线啊，是紫外线啊，什么说啊？甲照嘞，有无？这你捌伫迄个海关哇，迄紫外线一个照，因为咱迄种防伪迄个，咱是美国国安部帮我们做的嘛，照嘞，头抬起来 ，OK， 这是真的，马上伫监管卜者，伊那个等嘞，哇，伊非常欢喜，伊欢喜啊，佮做一个动作足歹。伊讲，我连续问七个警察跟海关呐、啊，问七个啦。你看过这张身份证吗？伊讲七个内底有四个讲，哇 ，first time， 讲头一次看到。有三个讲，这个我们知道啊，我们看过啊。可见有东咱的东西嘛，去关岛无甲讲诶，通鬼无甲讲诶，啊。啊！海这个，那这个廖峰义啊、哦，臭屁嘎嘎讲，我将是第一个台湾民主去闯关的人，我个吐槽，我讲你排名还坐十名呢，哈、哦！爱、啊、就讲哦，有影哦，啊，所以呢，伊也未回来，我估计他19号才会回来，所以19号的时阵，后摆这个所在，伊若19号回来，这个等一个8月19号出境。啊，即嘛是入境哇，8月12号，啊，8月19号，伊当嘛是19号、22号才要回来，所以我要给咱各位，因为咱遮拢是副州长含遮个郡守，恁含咱的州民第一线接触，你也卖吼碰风啦，你知道的，坦白讲就好啊，老老实实讲就好啊。我没有讲的，拜托卖光兄弟，哈，啊，这就是证明，你有看哈、哦，这个是证明。啊，哪个讲咱这张是迄玩具的哈、哦，叫他去试好啦。啊，那是要够迄300块、500块的讲，讲伊嘛是真的，望你去试看嘛。我来保证你今日去试，明仔日你就美国的监狱。咱这不是假的呢。啊，你有相信吗？有。嗯。过来，我今日有几个问题要跟恁讲。咱这六个州，我想明天的下午的第二堂课，第一堂课啦，哈，1:30的那一堂课是我的时间呢。这个时间内底。我要甲咱各位副州长含咱个郡守讲，就是讲，你如果愿意当州长身边的执政团队，我就希望你们自己来报名。您听我意思啊？就是讲，咱个迄个表格，那个这里有没有？那个黑干部啊？他们
那一些那个格员的那个表格有没有？那个 A 面，你敢看有啊 ？OK， 好，再拉下来一点点。啊，不要不要不要，就接着后啊，接着后啊，不要拉，恢复原状，恢复。啊，来，你看，中央政府过来有一个州政府，过来郡政府有无？咱即马开始呢，咱一共四个州已经都排好了。下个礼拜三我要去高雄，按照这个表格去排。下礼拜四我去台南，按照这个表格排。但是今日我要跟咱各位伫明天的一点半要讲的，就讲谁愿意当州的执政团队，就是那个行政本部的州本部。州本部是啥？就是执政团队。这个执政团队，你可以参加的人，副主席、副州长，或者是郡守，甚至于黑熊也可以参加。明天你想清楚以后，你可以自己报名，自己参加。这个黑熊啊，是咱的副州长，他这个郡守。当成执政团队的时候，你的副州长、你的郡守资格全部保留，你变成执政团队。黑熊也是一样，执政团队。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的时间就是要安排怎么样执政，执政团队要特别经过训练。执政团要特别经过训练。但是我要跟你讲，你可以自动，可是你想一想，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你想想说，这个我有困难，你也可以自动退出。这个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你执政团队退出去，你副州长的仍然是副州长，你郡守的仍然是郡守。啊！恁即马国语，恁即个郡守，恁又甲我问讲奇怪。啊，我郡守都考掉遐久啊，啊，我甲即马我那还未摕到郡守的资格证。你们现在先拿到的是属于阁员的资格证，但郡守的资格证你要完成郡规定啊，规定什么？八名的政务委员啊，同时你的办公室要成立啊。下个礼拜，礼拜二，台中州的郡守有六位郡守跟我说，他们都有办公室。我希望台中的副州长们把这个六个郡的地址都写出来，因为下个礼拜可能从早上开始，我要亲自到这个六个郡，我要亲自去跑一趟。同时跟大家一起拍照。现在开始呢，台中州当领头羊，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冲。咱时间不足多啊，我不过讲一摆，台中的郡守已经告诉我说，他有六个点，包括沙鹿啦、成立啊，很好。我下礼拜二，我们的一些州长、副州长要陪着我一起去看，到这六个郡一一的去看，一一的跟他们拍照，然后看郡里面有什么需要。其他的各州也是要这样子办。我跟你讲哦，你若讲你想讲要当做官哦，我劝你哦，自动讲安尼，我来做阁员就好。这个没有什么丢人啦、因为有的人要做这种，他们讲不阿多做，我无甲你骗啦。本来台中有八个位副州长，剩下四位。侬甲我讲哦，因为迄天去真歹势，我甲州长副州长讲来，你甲我讲你捌几个郡守？哦，我捌十个，一个报啊，报袂出来。在我这里啊、要打马虎眼不可能。如果可以打马虎眼啊，今天我们不会有那么多人了。我是这不要紧哈，这咱
厝内底代志讲，这也无啥物好人闹开嘛。我安尼吼，买你去做阁员就好，你卖做郡守，啊，你卖做副州长，你别做副州长。我下礼拜二，你要做副州长的，你所有郡守的名拢给他背出来。我把资料通通给他，电话也给他。这不是真正在做工作，我说半年，我跟你说半年嘛，跟八个月嘛，大家来做来拼一个半年跟八个月嘛，不是只有台南州呢，所有州同时要这样子干呢。你要做副州长，你只把你自己要创啥？没有用啊，对不对？要执政，你有几个人，你都要知呢。我是决定吼，九月初啊，这个报纸在关渡发生的这个代志，我要登台报纸，甲真相啊，铁的事实就在这里。啊了，边啊登，对这个关岛的迄移民署的迄囡仔入境甲出境，啊算这边六个州的办身份证的地址拢甲列出来。请到下列自己的办身份证，我跟你讲，咱来报纸顶，我跟你保证，绝对百万。那看到安尼，还阁不要去办身份证哦，迄种人哦，白痴啦，免插伊。我伫拼啥？你敢知？我伫拼五万分呐。坦白讲哦，旅行证件我们现在可以发了，问题是。咱两万分的身份证，那旅行证件发的较济，中华民国一点甲美国讲，可以，我让两个位置给他，结果迄两个位置拢无人过，你听有意思无？迄个海关呐、啊，伊讲两留两空给咱呐，伊家己十空呐，啊咱两空呐，啊咱两空无人呐，啊那安尼哦，免一礼拜美国就讲哎，啊你们在干嘛？所以我不打算。所以你不用跟他吹啦，我该做什么后面我就会做了。我是怕上五万分的时候旅行证件才要出来，其他人在怎么说，我免插他啦，那种真正黑白说的啦、哦、美国说你们是台湾民众很厉害呢，生六七个后生，我不是生六七个、啊、就都想要做头，但是要做头没关系，你都对那个法律谈个清楚，那一个一知半解，安尼都要做头，无遐简单呐、啊。哦，你做头，美国就会正款给你啊，无可能嘛，敢毋是？哇，这美国无地好走啦，就是啥？只有我们嘛，三两个美国嘛，烂嘛，对不对？他不交给我们，要交给谁？他没讲啊。真的我是非常有把握。过来，九月，美国司法部要来的代志，直接说，我甲国人各位讲，就是讲，美国要求我们低调处理。本来呢，我伫想讲哦，九月十四发动一千个人来机场甲接机，安尼轰动无？拢穿乌色的西装，哦，欢迎什么司法部什么啦？我比如讲 ，no， 停！我说为什么？我们不希望事情现在就公开啊！美军还没有准备好，恁这公开是要创啥？对恁有啥物好处？干那赶快那车牌，赶快呐！讲哎啊，我也犯了一个错误，太骄傲了，而且欢喜嘛，对不对？你说 no， 那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他说这样子，你只要派出一两个人，哦，他维安，给他保护很好，到你指定的饭店，然后我们就这一些人内部开会，不用这么多人了，这么多人来，懂得英文的请你站起来，在座不英语的啊，懂英文的请站起来，你不要跟你们两个人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我听无的时阵，人倒甲你问咧，你就吐起来。我先甲你讲，老外甲我同款，很精的呢。你们四位，你的程度是有多好？基本对。你曾经在哪一个地方留学吗？没有。自己学的，我给拍手。这不容易哦，这不容易。阿丽嘞？啊，自助旅行，拜托啊，这边自助旅行，这边光话力，这边自助旅行看不通。你是那个黑熊的吗？你有把握？我问了你也不敢讲。简单的用语不是，咱现在要讲光话力啊。不用翻译，因为我们现场没有翻译，我们是直接开会。阿丽咧，阿丽无啦，你免讲遐，你伫底读册啦？还是有在国外留学吗？啊，别，我无嫌老，你免讲你家己了，你呢？工作上，你在什么单位工作？外贸 OK， 好，你们三位。那个帮他们，你们三位去那边登记一下。我跟你讲哦，最好，无你去登记，去那登记，去那周涛生那名给登记起来。我是这样打算：国州州长还是议长？我想讲，我们要开个会，跟他们一起开个会。啊，这么开会，这是在密室来这开会。当然我会录影，事后再放给您看。啊，我不希望讲对法理不懂得太多，啊来，因为对方是前哈、哦、前后的前检察总署的副检察长，这非常大的，这个，伊跟咱讲话了后。伊马上为这个所在要背对，要背去南非，南非的总统跟他有约，所以这个人，他这次来，我认为啦哈，是在检查我们的业务，而且呢，我们有两场的演讲，我真臭屁呢，我17号，他说他17号演讲，那20号演讲以后，我不接受提问。美国的态度拢这样诶，伊认为，伊是代表美国发言，就是安尼。所以呢，17号演讲，20号也是演讲。但演讲的内容，我们会跟他讲，事先我们会印出来，发给咱大家人看。啊，我当然这个。座谈会来，这你们三位，我允许你们一起参加，因为咱现场无可能讲你唔捌英语，啊，多的伊人讲一句话，哎，遐个你讲，啊，伊讲啥讲啥，这样是不行的。啊，但讲干那三个吼，我感觉我也烦恼呢。黑熊都没有半个吗？啊？唔是教授啦，你我即马问讲咱家啦。啊，你要参加吗？啊，你是哪里？你要跟他讲啊。不是啦，你读大学的，你为什么可以参加？你跟他讲。我念中兴大学法律系。啊，安尼呢？啊，你英文，迄拢讲英文呢？我也要讲。哦。好啦，至少他有个胆量呢。啊，要够不？要够不？哈？张英文，哦，嘉义郡的郡是吧？啊？好、哦，你听足奇怪，这款的机会是要去找啦？啊？张英文是哪一位？安娜。你哈？你也要讲，不要听。
哦，也要看，不要听，干嘛呢？我来听无哈，我也要看，我不要听，啊，看甲听不是同款吗？两句政治啦，去登记。哎，嗯。哎，哎，无效，哎，无效啊！都不是咱的，没有我们资格，我无哎。啊，那边讲你看讲英文啊，我报纸甲顶咧来一千个上少，你无符不符不符合资格嘛？对不对？还有谁？那个黑熊有没有？黑熊这么年轻，还没有一个英文刚出名呢。你们那个电话要留下来啊，电话。没有吗？我跟你讲哦，你听我讲，17号跟20号，也许你没有参加，但是21号、22号、23号这三堂是由那个 Charles Camp， 对，帮我们打美国官司的那一个律师，这个比较简单的嘛。啊，你有想要参加？站起来。啊，这次他们来会很寂寞。台湾人民政府竟然没人敢跟人坐做会。哈，他们自己有翻译，他们不让我们翻译。啊，这一次。啊？现场不翻译为中文，但是现场会有演讲稿。演讲稿我会把它翻译好，啊，好，演讲稿会翻译好。你也看哦，咱那边执政是没哪执政呢、啊？从现在开始要学英文的，请举手。哇，你来闻下再讲哦，无你巴肚疼，我先来讲哦。好，手放下。你也看哦，您讲您拢也要电脑。我们为了你们开电脑班，拢总才几个八人学电脑呢。啊，这拢会晓电脑吗？来，懂电脑的请举手。啊，不懂电脑的请举手。啊，你不懂电脑，你们也不学是什么意思？给你开班，个别指导，啊，你们也不学，啊，不学无要紧，你搁要做副州长，要搁做郡守。你看头会不会痛？那个不懂电脑，我再讲一遍，我劝你们一定要去学。我们特地还拨出人力，一对一给你教，教到让你会晓，啊，你不爱学。你总不会再叫我们中央政府给你开一个英语班吧？安尼，我请问各位，因为在座都是高级干部啊。来的时候我们总要跟他面对面谈嘛，对不对？这无傲嘛，傲贵啊，坐伫遐规规矩矩，伊讲一句，咱讲一句，咱甲问问题，伊回答，他问问题，我们回答，干毋是？啊，对几个要来参加？啊，他带你落举手，落去登记好啊，你要去举手。敢有人要参加？啊，实在头痛哎！我安尼哦，我真正我跟你讲哦，我开始烦恼了啦。我们跟美国接触，你总不能都是靠我一个人跟他谈吧？安尼我咪做戏头啊！17号怎么样？不是台北大学啦，那里我们在那个国际贸易啦，哎。对啊，所以当然要来参加，但是我们参加我看那天的阿条雷啦，他头前你说你下脚都开始度孤了。当然我会想办法看是不是可以现场翻译啦。啊，没有，刚是怎样啊，都没有翻译。哎，这里有念过书的请举手。我问的问题很笨，
你有读过大学，敢不是？来来，念过大学的请举手。你唔敢举了吗？好。我别讲，我为一年开始读个毕业，拢去读。来，黑熊，黑熊哈、哦，周围人啊，曾经在外国留学的，请站起来。哎、欸，你若留学，你无徛起，你拍多少钱？我想来讲，你在外国留学的，请站起来。哎、欸，今晚拢变无半个，是真诶假的？好、啊、啦，两位，你几岁？你不几趟？菲律宾啊，菲律宾嘛讲英文啊。等等等，卖这里，卖这里。菲律宾有讲英文对不对？阿里巴巴。哦，听差不多去报名。听差不多去报名。讲不？阿丽咧？哦，那日本人英语我足惊你。阿丽菲律宾也啥哩啦？那去啦去啦。哎，菲律宾，菲律宾好了。哎、欸，啊，两位好像也不是很年轻了，他没讲哦。啊，那些少年都没去国外留过学，干不？没钱。没钱。头痛。好。啊，您干嘛讲？伊若来为了个别交流的时阵，想要参加？站起来，个别交流，不是讲一对一的啦，一对好几个人安尼啦，有无？啊，你头拄啊，不是已经有啊吗？啊？嗯，我紧啦，你们两位去登记啦。即马吼，人讲无牛塞马，就是安尼，有就好啦。有就好了。现在有几个了？总共台上六位、八位。慢了，你慢了，拜拜托，我你绝对袂晓，我知影你慢呢，你想太勉强了啦，太勉强。你慢，这话呢哦，不要勉强。好，来听我讲。那所以九月份呢？美国要我们低调，那我们就低调，啊、哦，低调意思说在报纸上我们不广告，很有可能我们他等到他离开以后，我们再大做广告，啊、哦，他离开以后再做再来做那广告。啊，当然了哈、哦，总共这一次也一共有四位没来，四位都是老外。其中有一位司法部的这个叫做最高检察总署的副检察总长，这些中经过总统任命哦，而且呢，他现在奉命跟我们接触以后，这个人可能就会变成我们台湾民政府在美国首府的直接对口的联络人。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的接待，啊，很小心的接待。所以我是希望讲，咱内底你讲什么人的查某囝伫？柯姓杰进所柯乃真。嗯。伊是台北市的参议员。啊，伊因查某囝有参加。伊爱去上班，做个。好啦，啊，伊捌参加咱无？没有。你跟他，请他跟我联络一下。嗯。啊，够不？要够不？您拢听过？严嘉怡。啊，伊是啥物话？也植物啥？啊，郡守来。啊？伊本身身体健康是因爸爸，因爸爸身体健康。哦。黄太兴怪怪，思想怪怪，他常常又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你们也敢不敢？我直接讲了哈，我感觉讲他有时候问的一些问题哈，例如讲哦，他刚刚问啥呢？
伊刚甲问讲，我们为什么要交钱？我伊刚伊甲问，我不爱甲回答啦。我再叫人讲吼，啊，为什么不交钱？我们使用人家的地方，我们吃人家的饭，我们使用人家的设备，我们为什么不交钱？哎，咱唔，咱即马现出是伫这个所在去使用，这不是咱的所在呢，要搞清楚啊！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呢。其实他也在美国留过学，是吧？他没有啊，哦，是很好啦，但是我今天吼，到时候提出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我美国专气一个讲，就丢掉台湾那个飞机啊，哦，啊，伊即摆是即摆几岁？哦，哦，但是我跟你讲哦，没有对台湾民众有信心，这种人我是不喜欢的，因为你都无信心嘛，你嘛坐咧在山咧，我别讲咱都逃去咧，所以我也要哎，啊，赵副州长。啊，他有受训吗？两个都有哈。OK， 好，你去报名，好不好？雄厚哈，就叫他取得资格。来，三名人。啊？哦，周树南。啊，你今天有来不？啊，那没有问题。那个明天的那些，哎，明天的那些人，我还在问。我大概想要找差不多。12位到15位，啊，有点热闹，啊，每一个人都会讲英文，我就操不公，我们台湾民政府团队都会讲英文，所以我先跟你讲哦，你们参加的吼，不要边要按，我先跟你讲，他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跟他讲，啊。啊，差。高凯也不行啊，高凯也是思想有点怪怪的。嗯。严修贤英文够笨蛋，你妈妈那种凊彩，你拢看到人就迄人才啊。我跟你讲吼，等下，我今日批评吼，拢是很直截了当啊。我批评掉的人吼，也不要介意啦。因为哈、哦，坦白讲，我平常就在观察，啊，观察啥？观察每一个人的作为，每一个人的想法。因为我认为讲，后摆执政以后，我不想担任什么公职了，我要退到第二线。啊，我的专长是啥？观察。哦，我会观察，所以每一个人，你们的言行啊，如果在我的面前，想要卖花攀英雄啊，这不好了。因为只有一次的幻象对去很难修正的。那你还要共享？没有，有两个姐妹哈。啊，未赴啊，九月初。他们要回来。哎，未，这不在赴，会赴啊，未啦。好了，我是大概要找差不多20个人左右哈，啊，一个会场，很小的会场，然后呢，我们跟美国直接对谈。哦，例如讲，要甲美国讲，啊，你伫当时要交政权互阮，对美国先甲你讲哦，啊，你人混很好呗，啊、哦，这个很实际上的问题啊。另外，我甲各位讲哈、哦，我再讲一遍，明天9点30是深蓝的陈学圣，要来演讲，他美国人伊搞自知之明，他定的那个题目啊、哦，好难哦，我也看不懂。伊个题目呢？出世心，人世事。袂像敢若佛教诶，吼、哦。啊，不要紧啦吼，我甲你讲吼，我先讲，因为美国被叫咱和平稳定无缝接轨，我们不是蓝军，也不是绿军，我们是台湾军。我们不坚持要统一，我们也不要独立，所以我们没有党派，爱一个咧。
所以明天陈学圣来，最少爱回感觉讲，哎，台湾民政府不错呢。我跟您讨共，哎，那个电视转播停一下。